刚刚收到奥格玛的特务传来令人忧心的情报，请到暴风要塞来商讨大事。旅途平安，一切都是为了联盟，别放弃希望。陛下，请等一下。暴风城永远欢迎你。我刚收到了最新的情报，又干活了，随时保持警戒。好多尸体，本来想设下陷阱对付部落，结果失败了。我们没有成功，我们的哨站遭到突袭，接连失守，守卫都中毒了，还有那些平民，部落连平民都不放过。我只希望有人能逃过一劫。朋友，抱歉，你刚刚说你是谁？你是马法里恩提到的人吗？幸好尤摩已经数不清幽光的数量了，失去了生命啊！慈悲的伊路恩，请照耀亡魂。伊路恩，救救我们！部落会为这些恶性付出代价。到此为止，女妖之王。士兵，不，你冲过去！蠢货！至少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幽光有多危险了。你可以穿过这道墙，英雄，幽光不会伤害你的。我能帮你什么忙吗？大自然与你同在。快去召集每座哨站的士兵，让他们到这里集合。尊师，怎么办？希瓦纳斯想跟我战斗，那就如他所愿吧。我已经联络舰队了，愿伊路恩及时引领他们回来。遵命。还有很多事要做，部落会为这些伐木机交给你，我去对付入侵人类的家伙。我向卡多雷效忠。伊路恩，救救我们！还有很多事要做，我的族人不屈不挠。上座。幸好有你一起奋战，一路安，救救我们！还有很多事要做。各位兄弟姐妹，部落强行进军黑海岸，吉湾河需要大家的支援。
你好啊，朋友。愿大夫人指引你的道路。我能帮你什么忙吗？大自然与你同在。幸好有你一起奋战，我的族人不屈不挠。你好啊，朋友。我们的舰队从西利苏斯回来了，赞美伊路恩。回来的真是时候，安杜因国王也会派援军过来，但在此之前我们绝对要坚守到底。怎么可能？尊师，部落从北边过来了。北边？怎么可能？可恶，他们一定是翻越了费伍德森林的山地。幽光迷失方向了，幽光防线快失效了。部落的军队朝洛丹诺进攻了，勇士快帮助我。大自然能帮你什么吗？祝你一路顺风，愿大自然。不是要死。酋长独自对抗怒风，我必须。啊！萨鲁，法尔，有人来了呢，正好。联盟狗，别乱动，看好我杀死你们最伟大的英雄。这个行为很可耻，我很抱歉。没什么好后悔的，做得好。我根本不该插手的。我本来就会赢的，他只是在浪费我的时间。好好送他上路，如果你想要享受一下胜利也无妨。拿下他的头之后，到世界之树跟我会合。你们部落已经沦为死亡的奴仆，以后的每一天你都会后悔今日的作为。玛法里恩，不要！兽人，你没有杀他，为什么？刚刚的攻击太卑劣了，我没有资格杀死他。不止那一集，这整场战争都是可耻的，你竟敢无故倾尽这么多生命！不是无故屠杀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部落得以延续。
因为你放过玛法里恩，我愿意让你选择。出手阻止我救回玛法里恩，你就会死去，不然就继续跪在泥巴里，保住你的小命。你也有选择，带着他回到达纳苏斯，与家园一起灭亡，或是带他逃走，一起活下去。我们输了这场仗，泰达希尔也将沦陷。骑上我的角鹰兽，飞往达纳苏斯，尽可能减少部落占领造成的冲突。安杜因国王给了我回暴风城的炉石，我会在那里照顾玛法里恩的伤势，还要安顿族人，抚平这场灾难带来的伤痛。扫荡海岸，准备攻击世界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已经赢了。树上只剩下手无寸铁的人。这是战争。不，这只是仇恨，是愤怒。奉行者，你曾是人民的守护者，难道你忘了吗？我只记得一个傻子。希望会破灭，现在你能体会了。啊，别难过，你们很快就会团聚了。我是为你难过，你痛恨生命，但你的恨是永远饮不了的。你可以杀了我们，却扼杀不了希望。是吗？放火，烧了他。
见你的爸妈。孩子，救救孩子，不用管我。不，我会救你们出去。阿斯塔利，你已经尽力了，快命令所有祭司跟我们一起撤退。他不会走的。那个人要杀了我的儿子，夺走我的王国，我绝对不会让他杀害我挚爱的妻子。愿伊露恩的光芒照耀你们。暴风城感激你为联盟所做的一切，保持警戒。勇士，你在联盟最痛苦、最黑暗的一天，展现了无比的勇气跟决心。我一生都在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和平，可是只要希瓦纳斯风行者继续带领部落，这个梦想就不可能实现。他以为可以用残暴的恶性打击我们的意志，让我们分崩离析，但我发誓。联盟会屹立不摇，而女妖之王的邪恶统治一定会终结。